大家平时有没有玩过跑酷呢？就是那种啊，搭几个高几个宽啊，然后你跑过去的话呢，就会有一种满足感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来到这个服务器里面啊，咱们给大家搞一个非常友善非常欢乐的一个跑酷啊。然后我看到在这里的地底下啊，有埋着一个玩家啊，这个玩家的话呢，我们就挑选他为幸运儿吧，对不对？咱们给他搞一个奖励的跑酷啊，让他通过终点之后拿到丰厚的奖励啊。那么首先啊，我们先打开他的头盖骨，打开他的头顶啊，我看看他在干什么。哦，他在挂机，挂机就好好挂嘛，对不对？这人可能口有点渴啊，我们给他塞点那个食物给他吃。Oh, that hurt. 好了好了，家人们，这人的话呢苏醒过来了啊，对吧？他苏醒过来了。Yeah, boy. 我是谁？骂我！好的，那么起步我们看一下这个跑酷应该怎么做呢啊，搞一个什么东西跑酷呢？首先好，整这个吧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像这样子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咱们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搞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跑酷啊，咱们像这样子。好了，跑酷的终点的话呢我们就放在这里吧，对不对？搞在这里啊，搞一个奖励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现在放上面放个牌子啊，奖励箱子，哎，对，没错啊。然后这个人的话还没有发现，我们现在说抓紧把东西改一改啊。好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在里面的话呢，放上一颗钻石，这样的话就给他当做奖励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跑酷，那么你就错了啊。在这边的话，拿出一个屏障出来啊，然后咱们把这边像这样子给堵一下，对不对？一般人的话呢是看不到的啊。好的，这样的话呢就 OK 了啊，咱们再给它染个色啊。OK， 可以了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是什么？对对对对，他发现了啊，他发现了，哎，不能用作弊的方式啊。你看，你看吧，再看吧，这跑酷的话呢还是非常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这个选手出发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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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我还没给他弄啊，我靠。好的 ，OK。No， 这位选手，你不会这么菜吧？加油，加油！No， 我吐了，家人们，这人是在演我吧？这个人是在，你在演我是不是？哎呦，不行了，我气死了！这个人真的是怀疑他在演我，家人们。你好好跳，好好跳啊！在上面的话，真的是有奖励的，你别掉下去啊！千万别掉下去！我这个人，我深切的怀疑他在演我呀，家人们。你即使用手机玩，你也不可能跳成这个样子吧，对不对？你礼貌吗？不想玩的人。谁让你这个大聪明？谁让你用这个方法的？谁让你这个方法的？你这个大聪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他这个跑酷就有这么难吗？我吐了。你好，好的，咱们在这里的话呢，整一个出来啊。OK 了，家人们。那么家人的话呢，我们看看这个玩家的表演，对不对？我看这个玩家的话呢，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难度的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他正常的玩家啊，他现在的话呢，在努力的出发了。加油，家人们！干嘛？你就打出去！不要了！这个跑酷真的就有这么难吗？我就不信了，家人们，看到没有？我哎呀！加油！加油，这里没有屏障啊，这里我吐了，这里明明啥也没有啊，这里你看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就跳。我吐了。哪有你这么搞的，这是跑酷哎，这是你不要乱搞行不行，我吐了。这人真的是我醉了，家人们，你好好的。不要。你好好的。不要烦好不好。你好好的行不行，你别乱跳。这是跑酷哎，请你尊重一下我。来吧，咱们再让这个人挑战一下啊！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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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！来了，这次咱好好跳行不行？这次啊，那咱好好跳啊！你看这个跑酷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嘛，你怎么这个跑酷真的会有人跳不过去吗？这么简单的跑酷，我的天！他又要开始作弊了，我感觉到了啊，真的是无语了。没事啊，他只要就这两个不搭就没事了啊，无所谓了啊，家人们。这个人真的是好过分，我天！好的，他应该是。哎呀，这个都没跳起来，这个都拜托，真的会有人这么菜的吗？我的天哪！你看，明明就很好跳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就很轻易跳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好好了啊，好好的，咱好好跳行吧。
好，哎，不对劲。没东西的，没东西的，快跳吧，快跳吧，快跳吧！没有东西的，没有东西的。我信你个鬼！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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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了，我怎么没把握住？你看你又作弊，真的是无语了，家人。就是现在！哎呀！完了，我拿到一个箱子了，哎，拿到我们的钻石了，对不对？没事，赚了嘛，对不对？底下那个金块也赚了啊，也是赚了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人还是有奖励可言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只发现了箱子里的东西，你没有看到箱子底下的话，那个金块其实更值钱，对不对？说白了，还是我给你们送了一波福利啊！哎呀，真的是可恶啊，被这两个人嗅到了。我要什么？我想要你的项链，可以吗？